就很棒，怎么今天都说我直播间卡卡的呢？我看看，一直有人说卡卡卡卡卡卡卡。你上传卡不卡呀？我看一下，不卡呀，14000的码率呢。那它网速不够，它可不卡。它比如说它没有那么高，那我觉得是它的问题了。啊，焦点网你可以调低费一吧，点。升级一下网，有时候会马赛克。调低一点。都21世纪的人了，都2320年了，你还不能心中无马胜有马吗？看到马赛克，你眼睛得自动过滤成高清啊！这个时候装看不清，说实话有点过分了啊！我去！我去！这老些人干什么？别追！别追！别追！别追啊！别追吧，真别追吧！我去！我要叫四个爷人一爷枪，啦！四个人就打到咱俩一枪，真菜呀，兄弟！杀回去！怎么？车声有点大。行，行，走，行，杀不了，杀不了。我怎么听到车声了？我去，来了！我怎么感觉这些人疯了呢？来了！快跑！快跑！我们要换车去，快换！我先把我的手雷抛在手上，一会。我们只要有人就是开车撞我们，我就先手雷起，你就先捏颗雷是吧？对，先捏颗雷，打出一波就是伤害，让他落地之前就要吃我一颗雷。可以。这有个跑车，你是能看懂运营的。换一波。好。好家伙，你真有心思呀！你是真不怕挨打呀？你还穿上个这个最炫的衣服？这不能差这点了。我们差不多这点事儿不差吧？我觉得在边上搜一波，再搜一波啊！啊，你不咱去仪表搜怎么样？好好好，可以。对，说实话，咱俩这台车有点装了，咱俩换一台怎么样？好，我也觉得。对他一看我们俩这么拉风，本来不想打，咱俩都得过来整咱俩两下，又空投。哪里啊？左边。这里啊！我去。对。偷一波，偷一波，耶！我们这一把真的无敌了，无敌中无敌。是不是该走了？不要待在这里吧，好危险。你说话，你说话能不能不跟咱俩偷偷摸摸的？咱根本不必要吧？咱俩大大方方讲，好吧？不是，我是太开心了，你懂吗？我现在就是嘴角不莫名的上扬，比被我感觉五个男人同时表白还要幸福。现在。你知道我跟青鱼运营我这还有个三下，你知道我们多难吗？能达到这种装备，你知道多难吗？你知道我们遇到人像孙子时候跑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多狼狈吗？你知道我们能捡到一个空投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吗？我们现在去哪？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刚刚好，真的刚刚好。咱俩再搜一搜好吧，咱去一标搜一搜。别搜了，我听到前面有枪声了。你看有车，有车，我都看到了，有车。哇天，你是真有吗？有，我看到了，有车在动，快走！我真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就在那个房子里面，好好好，我不要脸那个房子，我去，差点我们就送上来了。我去，我这一把，我们起码杀个队，我跟你说，绝对不能送，这是我们的底线，就我们一下杀一个队就行了，哪怕杀一个队都行。但是我们如果直接被人家一波拿下，我会很难过，我今天晚上真睡不着。你能不能别说了？你避衬效应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直接裂他。你越说啥，他越来啥。你不要是来回说这个不好的，我跟你说，他想想好的，他一会儿，对，咱俩都是好的，咱俩就在圈边苟着，可以吧？我觉得我们直接不要进圈了，你觉得呢？哦，就不进圈了？对，我们只要在圈外面稳住，然后那就等会儿就是刷圈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性进嘛，对吧？
你要是能给我找着一个清醒握把，团儿，这一把我包 C。Okay. 好，我去找了。我包 C， 我只能说。好 ，C。我找着了。我真找着了。来。OK， 我这把 PC。好，那这把就拿下，好吧？打完这把，这把真拿下。应该估计差不多，我们就可以开箱子去了。我说实话，我有点紧张，我现在已经不记得。我说实话，我也挺紧张的。我也紧张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有人，我也不带怕。我已经把我的全自动射速调成了990。好。到时候我直接落到我面前一个人，我绝对比他秒得快。小心右边啊，右边的枪线能秒我们的。啊啊啊！我真的跟惯着你了，别急，弄他，我真受不了一点了，凭什么打我们啊？给他脸了，我这一点，我真的。我看他怎么的？我看他什么成分？搁这打我？我看他什么成分？我吸溜一下，我吸一下，看看。我这是有种就过来呀、啊！什么味道？真的是尝尝味道就不至于了。你让他过来，我看看他什么成分，我不得尝尝味道。什么成分？干就行了。我直接张开一个血盆大嘴，我给他脑袋给他吃掉！我真的，他一口啃了。吃小孩是吧？啊，行。苟住！啊、还山顶感觉都没杀人，我跟你说。不是34个人，这要是给我们圈，啊、我 OK OK。打三枪！哎，这人在瞄你。看到了。我怎么全是三级头？全是三级头！我去你的，全是三级头！全是三级头！我怕了，算了，人一手，海阔天空。他们那还是圈。255，有个人在瞄你。谁在打我们？金标，金标。我去、啊、再给我接一枪头、嗯、倒了，我看不清，我眼睛有点不好了。要点出那个人，他是肯定想加枪的啊，我帮你盯着他。打倒，要点的那个打倒1D1号就点他，必死了，继续打。 Nice， 死了。看屁股，看屁股，你有五六吗？没有。OK。我现在子弹不多了。好。青雨，我们可能要稳一波，只有7个人了。青雨，快打药。咱俩巨稳一波不行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慌。我也很慌，我巨慌。OK， 没事。你那个一标有人吗？什么意思？一标有，这个一标有。行，那我说实话，我们可以不着急，我们先不着急。可以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能让他跟我对拳，我全锤死他。我全无敌。OK， 但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个队呀、啊？现在，他好像真是水友。你们那个队有几个人？你们那个队有几个人？你就蹦几下，你就让我看看你蹦几下。你们那个队有几个人？我打了他一枪，我打那个牛头一枪，一标的能看到吗？他过来了，我去，这个人不讲武德！哇，他装水友，他把我打死了！团，不是你打我干嘛呀？你不是装水友吗你？啊、我就是，我给你扛过去，我给你扛过，别打我，给你扛过去。团子，你没有理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打你了。别打我！是我弄了吗？我没有听到你说话呀，我听到你的声音之后就已经你把我一喷子带走了，你都没跟我讲话，你先打的我哎！他说了，我这边没有听到，我这边有回放，有证据。对拳，跟他对拳，对拳，好，对拳啊！我这边没听到，我啥都没听到，我就看到妹妹没有拿枪过来了，我就以为是水友。等一下，我跟他怎么说团，跟他对拳。我在那边当间谍都很久了，我在那蹲了好长时间。当间谍是啥意思？不知道。
说跟我沟通了，我好冤枉。打拳还是打锅？就打拳，咱们打拳怎么样？打拳吧，回合打拳吧，打拳吧，然后脱衣服，脱甲，脱那个什么，脱了吧。啊，脱了脱了。好，我先上吧，他。我先上还是你先上 ？OK OK。你想先上还是我？你先上一下。我先上吧，我上就没了。先上 OK OK。来，我来。OK。谁跟我打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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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他跟你打，小白。啊 OK OK OK， 来吧，来吧，来。好，老母猪冲着，老母猪冲着，哇！一顿母猪猛攻，满满冲撞，开始撞，哇！打得非常激进，哇！小团打得非常激进，但是一顿带掉血，但是没事，气势打出来了，我去，真的好激进，我去！然后叫摔，哇！叫摔跤手啊，张伟丽，哎，没了，你这好了，我只能输的、啊。好，我给扶起来啊，我扶起来，完我来啊。扶。那这怎么算胜利呢？一直扶。没事，你就已经失败者了，好吧？哦，还是你是失败者哈。OK， 对你只是假装站着，好吧？来，上面。你要打两个吗？你要打两个。我打俩，没事。来，谁先来？好，来。我来。我就一顿小勾拳，小鞭腿，小勾拳，小嘴嘴，小勾拳，给你打的找不到东南与西北啊！中勾拳，就勾拳，左勾拳，右勾拳。你看团就这，没什么压力，给点药来，给点药，来给点药。可以。我有急救包，我都有急救包。我丢了饮料。好，我打个血哈，我再来一个。你们俩谁打赢了，谁就赢了呀？好，来准备啊！啊，你看这个不，山西母老虎，啊，我就是山东250，我小勾拳，我打的妹妹，我找不到东南与西北，啊，处处转着打妹妹小一顿绕背身，打的妹妹找不到东南西北，你怎么还不死？你怎么还不死？语音攻击，嘴巴一顿输出，给老妹儿打的找不到东南西北，还不死？再斩一勾拳，牛逼！你是嘴输出的吧你？你别管啥输出，赢没赢？行，你疯了，你真疯了。赢了就行呗。可以，赢了，确实牛逼。你这个拳确实牛逼，一顿小碎拳。我一顿小碎拳，我绕着他走，他都根本打不着我。就很棒。